Hello， 大家好，佢系胡定欣。Hello， 大家好，佢系陈展鹏。其实不嬲，我哋即系一年嚟马来西亚都系好多次，因为我哋好多时都会嚟到马来西亚同大家见面去宣传我哋嘅剧集，所以咧马来西亚 fans 咧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定系非常之热情，我哋每一次翻到嚟就好似翻到屋企咁样嘅。马来西亚系俾咗好多信心我嘅，所以我爱你哋。即系我哋两个都中意唱歌，如果有一个节目系俾演員即係去試下玩，我覺得係啦，咁係啊幾過癮嘅。同埋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嗰度，同其他唔同嘅觀眾見面啦，最重要呢樣嘢。因為好多時，譬如有啲地方可能就睇我哋電視劇，咁可以話俾佢聽，其實我哋真實嘅性格係點啊？其實我哋可能中意唱歌或者搞笑都得噶嘛，咁可以大家距離近啲咯。好多謝佢哋嚟睇我哋個 show 啦，咁就好希望好快再可以嚟唱歌俾大家聽。嗯，好多謝你哋咁多年嚟對我支持啦，又同時我希望下一次再嚟表演嘅時候可以帶多啲新嘅歌唱俾大家聽啦，同埋希望都可以自己有啲新嘅主題曲同埋插曲啦。Hello， 860時嘅觀眾，你哋好，我係楊怡。Hello。因為我唔使拍劇住，同埋而家都係一個比較輕鬆嘅狀態，忙埋自己嘅婚禮啦，咁就會投入另外一個階段啦，真係。我希望可以試下啲真係一啲舞台嘅工作啦，譬如有機會可能係拍下電影啊，如果真係接觸得到嘅話，咁都會覺得都係一種新嘅挑戰嚟嘅，所以都幾期待。其實是我挺 welcome 的，如果有人找我們開一個這樣的演唱會，或者是用一個舞台的形式去唱歌啊，做舞台劇啊，這樣其實都挺特別的。我要多謝佢哋啦，同埋佢哋其實咁多年嘅鼓勵咧，都係希望我能夠越做越好。臨尾我都話《終身美麗》呢首歌咧，其實唱咗好多年，亦都陪住我一路咁樣去經歷人生嘅階段啦，不斷去成長。希望呢首歌可以令我真係終身美麗咧，繼續，就算我以後唔唱都好，都繼續可以係《終身美麗》係我嘅標誌。